我听出来了，为什么这里有五个姐姐，你只说了她是你的女神。你看挑事儿的来了。对，完了。我说那四个人里面，那个四个人里面，就是我们连那四个都进不了，是吗？我们进不了，入选不了这个候选吗？怎么会是这样？脸都没报，都不知道有比赛，我们海选就被淘汰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吉吉子都学会了，这完全会了，完全套路都会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你先聊着，我先出去待一会儿。你不许走，门都锁上了，走都不让走。就你们这些姐姐们的美，这不能用语言来形容，是一种抽象，抽象。那抽象，孩子疯了已经。什么是抽象的美？我们很具象了。梵高的画吗？我们是不，我是一种超脱凡事的一种美，就是那种凡事都不能理解的美，是吗？凡人都看不到我们的美，是吗？因为美的各有千秋，知道吗？这各有千秋。这怎么听都不像美。别这样子对憨憨呐，憨憨夸我一下，你们就这样怼他呀，这样子的真的不好吧？怎么会？有人夸我一下，你们就这样？哎呀，太过分了吧！哎，我也想问一下，那谁是最丑的呢？嗯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个太惨了。这个也是一个挑事儿的，张太。太惨了。职业生涯最大挑战。这悲惨的音乐，憨憨子太不容易了，憨憨子不容易。我姐女生，我们这五个，我是女的。